在我们当中一开始请两位来到台上呢，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呢，我们大家非常牵动的一艘沉没的大船东方之星，而且昨天啊，交通部也是特意开了这个东方之星沉船救援的哀悼活动。那截止昨天7号晚上的6点，一共是搜到了432具遇难者的遗体。所以呢，在我们的发布会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向这些逝者来做一个哀悼的活动。请两位主创人员在台上啊，也请我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能够起立，为我们的逝者默哀1分钟，谢谢各位。接下去进行我们的整个媒体会的环节，行吧。大家好。上海的媒体大家好，我将是马上要开拍的这部电影，对不起，编剧导演，很容易请来了胡歌先生，赶紧给他介绍。好，胡歌。大家好，我是胡歌，非常非常的有幸可以参与江导的这部作品，我会在里面扮演郑秋冬。好的，那两位啊，辛苦来到我们这里，先到我们台下就坐一下哈，谢谢两位。一会儿我们两位会给我们慢慢的来说到这部戏。好，那首先呢，我介绍了这么多哈，大家已经非常期待的看到我们两位主创人员再一次登场了。好，有请姜文老师以及胡歌老师一起登场。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你。你们是不是需要有一点反馈？感动羞涩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好，那我们回归到正题哈。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媒体朋友呢相聚在这里，足以看出我们对姜老师和胡歌的这一次合作非常的期待，并且非常的关注，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是什么，是为什么促成了你们俩这样的一次合作呢？先请姜老师来跟我们解读一下。首先呢是胡歌呢，他适合这个角色，人刚适合。再就是呢，他有非常高的人气，戏是属于众人捧柴火焰烧的，所以我们希望胡歌的加盟对我们这个戏很有帮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胡歌呢更上层楼，名声大振。那胡歌，您是怎样被这部剧吸引到，然后和姜老师进行这样的合作？你们跟我讲讲中间的一些契机哈，因为肯定不是说大家一眼之缘马上就合作了嘛，肯定有一些故事。我是先看了剧本，然后我一拿到那个剧本，看了第一集我就停不下来了，我是一口气，我当时看总共发给我19集，我是一口气把19集剧本给看完了。我以往看剧本的习惯呢是会感性的先看一遍，然后理性的再去梳理一遍。但是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整个阅读的过程里面，我是感性和理性是在交织的这个过程。不管是从感性的角度去看，还是从理性的角度去看，都让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在姜文老师以前的作品里，我会发现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每个演员都可以在姜文老师的作品里去表现出和他们以往不同的一面，这个也是我非常愿意，非常想希望和姜文老师合作的一个原因。那说到这里，我突然想问你了，就是因为之前的大家对你的认识啊，基本上是早些时候演过一些传奇类的一些塑造过这样的一些人物哈，李逍遥啊这样，所以说这一次
觉得对这个角色上有所挑战，所以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机会吗？可能我在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我演的大部分的戏是属于偶像剧这个类型的，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一直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更靠谱、更迈进一步，所以可能我30岁以后，我在戏的选择上，我也会选择一些更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演员的这样的戏。那能不能说具体点，比如说你希望自己能够向某个方向去转型，因为之前你也是演过林觉民嘛，对不对？让我们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你觉得这个人物的角色对你来说，让你最感动或者说最想去把握他的是哪一点？这个角色他在整个戏的过程里面，他的人生的起伏跌宕那个幅度是非常大的，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角色，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好，那姜维老师，我也特别想问您啊，刚才呢，胡歌说了，他可能30岁之后，在挑选角色方面会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也想问问您，您当时是看中了胡歌哪一点，所以希望他来出演这样的一个屌丝小男孩这样的一个角色？当胡歌的人选推荐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他的外形，我非常喜欢。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比较帅气，比较爽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胡歌的很多戏，所以就约了他见了面，在杭州见了面之后呢，我觉得那个郑秋冬啊，就是他，非常合适，他基本气质。和他的年龄肯定有优势。那其实您的每一部戏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像潜伏当中的孙红雷啊、姚晨啊，包括借枪中的张嘉译啊，他们所表现出的状态其实都跟他们本人或者说以前诠释的一些作品是完全不同的。那您在这部剧里面，既然是郑秋冬一个屌丝逆袭啊，成为职场猎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您对于胡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会希望他在里面有什么样的一种演出呢？我希望胡歌像他说的那样，能演变成一个真正的演员。他的意思，我想一定是说要演出厚度来，要演出厚度来。如果他的人生阅历通过这部戏能演出来他的厚度的话，我觉得就是这部戏的成功。我需要多献他的厚度。所以您怎么样？您是打算怎么样去发掘他的厚度？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和一个导演，其实戏也是这样，当你有一定的处理表演的方式之后，你就会根据剧本把这个角色非常精彩而合理的安排出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手段，而是一个跟感情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发展过程，是这样的。我相信胡歌跟我们一块努力，一定能达到成功。其实呢，张老师啊，是我们业界的久负盛名，你看拍出了那么好的潜伏，让大家对于里面每一个人物哈，个性都塑造得太好了，非常的丰满，非常的立体。所以呢，当然大家也会对这部剧有非常大的这个期待嘛，对不对？那么我特别想问哈，您在具体的指导过程当中，在具体的拍摄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导演吗？非常严厉，但是呢，也并不是很严肃，也会跟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但是呢，干活就是干活，严厉严厉，戏好大家好，所以不要干后面的事儿，严厉应该的。那您能不能想起来，比如说哪个时候特别的严厉？有没有跟某一些演员合作的时候，就是把人严厉到压力特别大呀，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的状况，这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戏场的故事吗？有是有，但我不能说名字。啊，没事。他们都很有念头。不能，张老师您太好了啊！那其实您看张老师说的，赵又是非常严厉的导演，胡歌会不会心里有压力啊？我现在已经感受到压力了，但我觉得压力是个好东西。有压力的话，这个人可以沉淀下来；不然的话，没有压力的话，会变得很浮躁，很轻飘。我喜欢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哈，
其实说到了，就是我们国内的首部针对于猎头这样一个行业拍摄的一次电视剧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姜导会对这个领域这么的有感兴趣，想要去写这个剧？职场已经被写得了无生趣了，职场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行业带来的新兴趣啊是一个重点。猎头这个事情，它介于刑侦啊、警匪啊、推理啊、阴谋啊、犯罪啊等等要素都具备，是个拼智慧、博智商的一个场所。所以猎场在今天的商战之中打第一枪是必然走垮的，理所应当。所以你也是非常看好就是猎头行业这样作为电视剧的一个市场，对不对？我都写完了，我没看好，不行了。您都写完了，我特别想知道您花了多久时间把这一部剧写完。我说你刚才谁说的四年磨一剑？我再说短了不好。一年多吧，一年多。啊，一年多的时间，那您觉得在这部剧啊和之前的《谍战大剧》相比，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个戏啊，它有很浓重的谍战氛围。嗯。一般商战戏，它不太走这条路。嗯。这个戏呢，生活少，职场多，它的特点是职场。职场把那种谍战思维运用到那种职场上面来发挥，对不对？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说您在写这部剧的时候和您在之前写《潜伏》，您觉得哪一部更难一些？就对您来说更伤脑细胞的那种？这部更难。这部还比《潜伏》更难啊？更难。所以我们可以由此而推断出，这部剧里面应该会包含的一些人物关系和一些逻辑的关系和一些较劲儿的东西会比《潜伏》里面更多，是吧？更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所有民众都在场啊，如果让你给他归一个类的话，就是这样一类针对于这个猎头行业的这样一个电视剧，如果要给他归一个类的话，您觉得能简单的归类吗？不好归类，因为悬念啊、情感啊，都有。单归一类比较综合，单归一类归不进去。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些这个您所写的这个故事里边一些比较情节化的东西啊，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透露？当然我们这部剧还没有面向大家啊，我们可能也不能够透露太多。您能不能给我们大致透露一下下，比如说他的情感方面的东西，会有哪几个女主角，她会有几段情感的过程等等，能不能稍微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八卦。有，不止一个。哦，不止一个啊。对。哦，这就完了，不止一个。完了。好，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胡歌哈，您之前对我们猎头行业这样的一个行业有没有接触过？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呢，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金融、做投行的。我最近一直在跟他们了解这个行业。先从这个他们的着装仪表开始，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公司在开会的时候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然后慢慢我也会跟他们这个了解他们行业内的一些故事。那现在您做这个功课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功课是由从外到内的来做。就是先看这些金融行业投行包括猎头这些行业人，他们走出来，他平时是什么样的啊？我先从外表去模仿去接近。他们走出来是什么样的？在您的总结里。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列了一张单子啊，就比方说他们平时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是必须要穿正装，而且必须要打领带啊。对这个衬衣，对这个西服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西装不是两粒扣子的，而且在行走和站立的时候，必须是要把一粒扣子给扣起来的啊。然后坐着的时候要把扣子解开，都有很严格的规范。所以您在生活当中会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靠，已经开始走入这个角色里面去了，是不是？现在还不行，因为现在还在拍。
但是我先从了解开始啊。哦，好，谢谢谢谢。那我相信呢，我们两位哈、跟大家已经交流了那么多，分享了那么多，确实给了我们很多信息。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哈、还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进行一个科普。其实大家呢对乐童行业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哈，在我们商业的战场里面，可能呢用人的单位，这个客户比较好找，但是作为猎头本身，他去寻找这个猎物的目标就比较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不知不觉地发现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在里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人，跟很多的人发生很多很奇妙的这个人物关系哈。但是不管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江湖里一样，有很多的招式在里面。这样子，接下去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小小的、非常有趣的环节，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什么是我们江湖里面的猎头行业，有几个专业的名词要解释哈。这样，我们胡歌先跟我一起出到舞台外哈。请我们的姜伟导演留在台上，先解读我们的第一个词语，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板拿上来。好，舞台交给您了，先让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关于什么内加工？好，来解释一下。猎头的内加工啊，基本上就是说，一做猎头的人，他需要通过专业的院校机构学习培训，掌握一定的行业信息和职场技能，然后呢，在实际操作中呢，与候选人啊，与新换新啊，与跟企业同一同德啊，来完成一单三家都赢、三赢的一单生意，这就是猎头的核心所在的内加本工。好，谢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信息搜索的技能，这个包括搜索工具的使用和知识情报的管理。那另一方面呢是谈判沟通的技能，包括心理学、面试技巧和职位销售的技巧。就是这样。谢谢胡哥。这个地毯都破了。我是不是演这个戏还要先学功夫？必须的。然后。还有第三种功夫啊，叫葵花宝典。葵花宝典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但这个是武林界的葵花宝典啊，我们这个猎头界的葵花宝典是有另外的含义。比如说美人计，比如说冒名计，比如说欺瞒、欺骗等等，不是正派的战士。感谢啊，这个胡歌和姜伟导演两位的对于三个名词的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刚才这两位非常厉害的武术达人啊，真的，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舞起来，真的觉得说他们为了我们电厂这部剧啊，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场，我们相聚在这里也是真心的为了电厂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能够拍摄的更加顺利哈。刚才两位的解读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猎场》这部剧确实是情节会非常跌宕起伏，连什么报名计、美人计这些都使出来了。哎，我想问这个姜导，您觉得这几个计谋或这几个功夫里面，哪一个是你在里边会用的最多、写的最多，然后你最看好的、最难的？美人计啊，我们大家都笑了。好，那我们真的觉得说，江湖的水平非常深。有很多故事，非常好玩的情节会发生在里面。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哈，是我们姜导特意准备的，应该是一个惊喜，对不对？哎，到底是什么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什么工作人员？好，惊喜！一说惊喜啊，我们现场媒体朋友都激动了。跟女生们要有收到惊喜是一样的一个心情啊，赶紧把席位都铺起来。哇哦，惊喜来了，还是什么惊喜呢？
宝剑。这是我本人一代表，二位张老板张志刚先生赠送给胡歌的，预示着我们将来无坚不摧的合作。谢谢。太棒了！这样好，我们两位拿着这个剑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来，我来帮你们拿上。来，请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准备一下机位上，我们这样先从左边开始，先看一下。导演说的，我非常感谢姜老师和两位张总对我的信任。今天姜导把这个剑交到我的手里，我就跟你们走了。从此以后咱们就仗剑走江湖。好，好。你说我刚才胡歌的表达太到位了，这就已经跟两位张总走了哈。也希望你们走的特别的顺利。我们宝剑赠英雄啊，赠了英雄之后，我们的练场这部剧能够开拍的非常顺利。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的几位主创一起到台上来合影了。感谢我们，让我们一起请出出品人张洪振、制片人张静两位一起到台上和我们两位主创合影。来，请我们的美女朋友啊，准备好闪光灯，我们也是一样，先看我们的。群访环节了，哎，张伟导演要在我们台上稍作留步哈，我们这个媒体朋友要对于两位进行群访。啊，好，来。剑拿掉吧，拿掉。然后可能因为通常讲这种特殊职业的戏，可能大家会把它定性
为就是行业剧，然后我不知道您在这部戏里面在行业与感情这部分两部分的权衡是怎么样的。啊，谢谢。那我订正一下，它是职业剧，是行业的，但它不是属于特殊剧。这个戏它的，就是说它的情感和职业双重定位。就是可能有的观众会认为这是一部行业剧嘛，但是像可能以前的一些行业剧，大家就会说它可能挂着行业剧的由头，然后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感情戏。是行业剧，它会比较深入的，就是揭示猎头或者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它的基本或者特殊的规律，在其中都会得到表达。作为行业剧来讲呢，并不是说因为行业剧显得过于单调、过于机械。比如说警匪剧，警匪剧它是警察的行业剧。犯罪戏它是警察、律师等等的侦探行业戏，这些都不要紧。行业戏是极富魅力的戏种。嗯，好。然后那这次是跟胡歌合作嘛？就是之前我想问一下，就之前您对他的了解有多少？之前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呢可以突击了解。通过突击了解呢，我发现我了解太少，我以后需要经常的突击了解。他通过我对胡歌的了解，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非常喜欢他。我对于合作的演员就是这种帅朗型的比较少，所以呢，我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或者对一种新的形象保护的方式，我看看能不能开始一种新的尝试。那这也算是您在创作或者是整个合作上面的一个新的尝试吧。然后大家知道以前您可能就是对一部作品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可能会说您就是虽然时间很长，但是每一部都是经典。然后在这部戏上您就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或者说也同样期待它成为一部新的经典呢？其实成为不成为啊，是观众的事儿。对我来讲，就是努力的写好，写得与众不同就可以了。尽量的是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至于经典，就真不在我的手中。我当然希望它是经典了，我希望它是传世之作，它能吗？这不是我的事儿。那就在现在，大家可能都说这个电视圈的环境，第一可能政策一句两心，第二可能题材的选择上比较少。然后您觉得这些会给您创作上带来压力吗？会的，会的。一个宽松的环境啊，和一个相对拥挤的环境，肯定你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就跟自己开车和挤公共车一样。现在呢，就是这个环境呢，当然我们可以充分的接受这个环境，我们认可这个现实，我们在我们的认可的前提下去完成我们的创作，但是是带着压力。好，然后最后想问胡歌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两年大家也看到了你在选戏上面的改变嘛，然后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想就是一直在督促着你主动去尝试转型，或者是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我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我觉得只有自己不断的改变，才不会被淘汰啊。可能我之前演的那些戏的确是很受年轻观众的喜欢，但如果我永远走这条路不跳出来的话，总有一天因为我年纪大，我不可能永远演那个类型的戏，总有一天会被淘汰，所以我自己想要改变自己。最后再问一个小小的细节的问题，就是可能你近两年合作的一些像张伟老师这种业内比较资深的一些制片人或者是幕后班底也好，然后通常可能像之前就是他们讲，可能他们之前对你了解不是特别多，那通常跟这些制片人或者是资深的一些幕后班底合作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你会通过表现自己的哪一方面的才华来赢得他们的认可呢？我要是有才华就好了，就简单，唱个歌跳个舞什么的。其实演员是这样的，我
我觉得演员他可能平时被别人所了解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通过他自己的角色被别人了解。那我之前因为我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类型比较单一，所以大家想象中的胡歌的样子可能就是和那个角色会比较接近，但其实可能我生活中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不用去刻意的表现，可能大家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啊，抱歉，我真没演戏过。啊，就是你去讲经，您刚刚有说到现在是拍戏压力很大的，然后您说起来这个压力是不是怎样一个情况？对。哦，就是当播出平台少了，其实你的收入空间就变窄了一些。可能资方呢会考虑到他们的收益问题，他们可能会对你给一些压力，比如说周期啊，比如说投入上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危机，他们就把危机呢做一个变通，我们就会体会到一种新的压力。如果是说无论怎么拍都能卖很多很多很多钱的话，我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他们不给我压力。然后有报道说，好像去了之后，很多的一些制作公司都会拍不到戏或者请不起演员，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您有一些了解吗？我们已经签了胡歌了。那业内有听说过其他的一些部门？听说过，时有听说。那说一下吧。不好意思，不能说。好，谢谢。你好，想问一下胡歌，就是那个在刚现场展示了那么多武功，那就是在你觉得这个武功在职场当中比较怎么运用呢？你说刚才在台上展示的武功，如果在运用到职场上，比较？刚才两位专业的武术演员，他们展现的武功在职场上基本上是运用不到的。在这戏里没有打架的地方。下谢谢。那个江导您好，我先问一下您的剧本创作的问题啊，因为这涉及到那个猎头的那个故事嘛，也是一个三代戏，那您有没有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先研习一下孙子兵法之类的这种三代必备的宝典？没有直接研究，有研究过职场的案例和现在比较高端的猎头公司，有国际上就是五大的，光辉国际啊，海螺丝砖这些都有接触，还有研究过一些国内的中小的猎头公司以及本土土生土长的职业介绍所，因为跟这个戏有关系。那个就是说，像很多这种机场的那种商战读物的话，你觉得有帮助吗？或者说这部剧的话，是不是跟他们也有不可比拟的地方？有帮助。不能说不可比拟吧，这有帮助，就是互相之间能有一些参照、一些借鉴，没有什么是不可比拟的，全可比拟，一切都有可能。那这部剧的那个女主角一直处于保密的这种状态，我看了那个金牌金剧人的上面也是说秘而不宣嘛，是不是已经定好了？我只问这一点，是一个大概是什么形象的，什么气质路线上的一个女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可能连微表情都不能留给你。江导你好，这里，就是有那个还没有到场的山东媒体，拜托我帮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写了特别多好看的故事，然后现在电视剧市场里也有比较多的以这个山东为背景。他们就想问一下您，将来有没有这个考虑，就是以家乡为背景来创作一些好看的故事？谢谢。有，而且夜枪之末到现在这部猎场就是经过了4年嘛。那您刚才说您这个剧本的话是做了1年多，那其他的时间这4年您在干一些什么工作呢？还是说一直
休养生息的状态。我在电影学院当老师，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我带来的本科班从一零年到一四年，带来了四年，去年他们毕业了，所以说你说那些其他的时间是在忙这个，对。江导，还有胡哥，你好。其实我是人民网的记者，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是抗战的大年嘛，您之前的那个《潜伏》也是特别热播的一部抗战剧，我们有一个专题，就希望就是您谈一下您心目中的最经典的抗战歌曲，不让您方便能谈一下吗？好嘞。我脑子里面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刀枪，我就想到这个。你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他的旋律？就是你说到抗战歌曲，我的脑海里可能跳出的第一个旋律就是这首歌。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从小到大听的唱的会比较多一点。你好，胡哥，这边。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因为这部《猎场》然后放弃了那个《仙剑五》的拍摄？还有就是因为那个网上一直都对《仙剑五》就是你能出演，就是关注很高，然后很多粉丝也对期望特别大，然后想问你一下，就是放弃《仙剑五》然后加盟《猎场》这个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其实《仙剑五》应该这么说，我在2008年拍完《仙剑三》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可能以后，不会再有太多的机会拍这一类古装魔幻偶像题材的戏，因为我刚刚也说到，作为演员的话，不能总是局限在一个类型、一个题材里面当然，我对《仙剑》这个系列我还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从我的第一部主演戏开始，就是通过《仙剑》一路走过来。那你的意思是，就以后不会再加盟任何《仙剑》，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吗？如果有合适的角色，或者说需要我的话，我还是会去。我想问一下胡歌老师，就是说这作为您的一个转型作，您之前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对这个剧的难度有没有要充分考量？再就是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对姜导的一个配合？其实我在看剧本的过程里面，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角色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这么说吧，这是我看过的职场行业剧里面最专业的一个剧本。我第一次见姜导的时候，我也问过姜导，就是这里面那么多的专业的术语，那么多的专业的案例，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所以如果我要去扮演这个角色的话，我本身跟这个人物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可能在这几年里面，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会是我对于我来说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角色。好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